操场上挥舞着你的手，那满是校园青春的问候。你的身影荡漾在秋千上，像夏日雨后绿草的清香。我看见你微笑的时候，像夜空划过流星般温柔。我要牵着你的手，在这世界里遨游，努力想要把这未来都看透。我要和你一起走，飞过时间的尽头，无论多久，只要有你就足够。我五月啊，已经满血复活了，我要越挫越勇，争取成为高教授的第一个女学生。恭喜重返人间！他是重返人间了，我们可是坠入地狱了。就从明天起，我要早起晨跑六公里，坚持锻炼40分钟，怎么样？要不要和我一起？来来，让我们 B5 One Five 一起勇攀。医学高峰 ，yes！ 怎么了，雨石？怎么不吃啊？筷子都没动了。要不我去给你买点别的吧。在五月同学的努力下，我们寝室已经变成了解剖学海报陈列室。从骨骼模式到内脏结构，再到人体病变器官，就连天花板上挂的都是。昨天晚上伴着我入睡的是一块长壁。上面有好多好多小孔，我一边数孔一边数羊，密集恐惧症要发作了。那是得了阿米巴痢疾的结肠，小孔都是寄生虫留下的。还有一张化脓性脑膜炎的照片。脑底肯定还有好多好多淡黄色的脓液，像文涛碗里菜汤的颜色。这算什么？我还知道长得像花菜的肿瘤，像火龙果的胆囊结石，像荔枝的鼻息肉，一挤呀、啊，就能出水的那种。你们怎么都知道这么多呀？法医实录我是白看的吗？我还知道金曲小管长得像方便面，米干水样变像加了芝麻酱的海鲜粥。哎，大宇，你那盘咖喱饭是？停。五月我就不说了啊，涛，你呀还是太嫩，反应那么大，你看看我嘛，一点反应我都没有，爸。那你还记得我们那天一起拿的标本吗？还记得福尔马林那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吗？这是唱哪出啊？要升级装备吗？不不不，师姐，我们宿舍都要患上标本厌世后遗症了。这很正常，
这是学医的必经之路。不过呢，坚持就是胜利啊！再多撑一秒，我们 B5 Wi-Fi 就要被一些装备给团灭了。那就看在你是黄金 VIP 的份上，再给你吃一掌。这以毒攻毒是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学医的人啊，要是一天闻不到这福尔马林的味道，那简直就会食欲不振的。预备。我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居然会用冰红茶续命。更可怕的是现在冰红茶已经没有用了。一颗桃能产生4000卡热量，一瓶冰红茶490毫升，至少有九茶食堂180卡热量，比355毫升的可口可乐还高40卡，全是化学添加剂啊。童女士，你完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叶公好龙，我揠苗助长。都快省省力气吧，一会儿想吐都爬不起来。我已经吐得没力气了，谁能扶我上个厕所？我也好想吐，我好饿，我什么都没这么吐了。走，吃饭去。好，叫上他们。大宇，吃饭了。我不吃。哎，我来扶你。我去。别说废话。啊，我不想去了。我想上厕所。你就拉我去了，我也不去。我想上厕所，不去。门口。石，你们怎么来了？一起吃点吧。嗯，还是不了吧。哎，就别客气，一起吃点吧。啊，来来，往里坐，往里坐。那吃吧。来来来来，去去去。哎，这肺盖不错。好吃好吃，吃吃。有点咸，文静。嗯，啊，文静，你突然就回来啊！我留块珠子在等你啊！去去去，不管了不管了。好，今天的课呢，基本就这样。谢谢老师。来，大家都坐好了，还有15分钟啊，我还有话要讲呢。下面呢，我要布置的可是你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份作业，大家拿出120%的努力重视起来，啊！好，好嘞。在接下来的一周呢，咱们班同学将以2人为单位，一男一女，自行组队观察彼此，找出你们所能发现的男女差异，然后每组交一份观察报告给我。那
我们是跟谁都可以吗？是。啊，嘿。好吧，来。啊，前提是这个男女双方得完全自愿的。好，下面呢，咱们男生女生面对面，各站成一排。各位，咱们不是男女速配啊，是正经做作业。有什么心理负担？买卖不成，情义在了。祝你好运啊！来，我宣布啊，分组开始。哼，我就知道，一决高下。哎，雨石，咱俩一组吧，是不是？嗨。喂，你们不会见死不救吧？带着我入火坑呢，我真的不能和他一组的。哎，这。眼下这个机会真的太好，你要我怎么放弃？成败在此一举，师哥们你就成全我了，真的。哎呀，过去。好，我看都差不多了。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学期的作业啊，都会算成学分，加入到期末考试的成绩评定。成绩最好的同学呢，有优先权选择期末跟随高教授实习。都明白了吧？好，下课啊！朱老师啊，分组结果还能再改吗？年轻人难免冲动了，万一后悔了，你重新给我一个做人的机会行不行？这个只要你们商量好，我是不反对的。您确定啊？确定啊。行，谢谢老师。走了，五月。行。你们要参加什么社团呀？七星，你想参加什么社团呀？我呀，我还不……同学，借我车了解一下。你可不需要一个。姑娘们，请留步。那个啊，下午2点钟啊，开始社团招新活动，我替文涛通知一声，希望大家积极报名，踊跃参与啊。怎么我们没有啊？这位姑娘，我看你面若桃花，心若璀璨，并非庸常之辈，不知哪个社团能得你的垂青呢？你们呢？我还好，只要不耽搁学习都行。我出门之前睡了个午觉，做了个噩梦，简书哭诗，秦师大败在萧山，三帅借秦尽放还，简书谏言应不听，倒戈舍甲反秦奸。姑娘，咱能翻译成人话了？这个意思就是我应该静如处子，最好是闭门不出，老实待着。我一会儿就得回去休眠。你确定在宿舍没事？万一地震了、失火了、天花板塌了，或者灯突然掉下来砸到了你的脸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来，哎，对了，今天怎么是你在发申请表呀？文涛呢？他呀，有更重要的人。漫画社怎么样？没兴趣。爱心社，没兴趣。合唱团，滑轮社，羽毛球社，通通没兴趣。正在参与，多认识新朋友，多学习新技能。朱老师交代我，要务必保证咱们班每个同学有百分之。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刚孙卓是怎么怼我的，跟他多待一秒钟就多送我一份阳寿，所以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比他们多活一秒都省。娘娘，您请。这么殷勤啊！娘娘，您看啊，您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之貌啊。有话直讲。像您这边玲珑剔透的可人儿，您怎么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啦。我给你指条明路吧，换组的关键不在于我，在于另外的人。他换你就换啊？
再啰嗦，信不信我赏你一丈红啊？娘娘息怒，小的这就去办。哎，等等，今天下午你打算报什么社团呀？我这换组的燃眉之急未解，我管他进哪个社团呢？走了。呀嘿吼！大宇呀啊啊！正找你呢。怎么着？你也报话剧社啊？我？对自己没信心是不是？我其实没事。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我就特别羡慕你这样的。羡慕我？你看啊，因为外形的限制，我的戏路就只能是才子佳人。但是你不一样，你努力努力，你说不定能成为谐星，或者特型演员。我找你有正事儿。啊？哎，同学，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不用，谢谢。工这协会。哎，师妹，来来来来来来来，师姐，师姐，了解一下我们成功者。这是我的申请表。哦，好的。哎，先别走，啊，听我说说吧。我们成功者协会呢，是历史最悠久的社团之一，我们的人数也是居所有社团之首。我们坚信梦想的力量，它是热情的源泉，是潜能的发源地，是成功的助推剂。没有梦想，人生就失去了意义。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成功者，哪个不是对工作和事业爱得如痴如醉？正是他们爱情的火，点燃了他们耀眼的成功。加入我们，加入成功者协会，让我们一起点燃梦想，照亮成功。都听明白了吧？那来填表吧。考虑一下。哎，不行，真的不行。我这好不容易才排除万难，跋山涉水的跟我女神合二为一了。啊，我不跟你说了。社长你好。你好。社长请看，这是我七岁时参加学校文艺汇演时拿到的荣誉证书。这是我八岁时参加全市少年儿童主持人大赛获得的小雏鹰奖章。这是我那个。等一下啊，说说为什么参加话剧社吧。啊，在距离今天约2400年前的爱琴海边，世界戏剧艺术在古希腊诞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表述了对戏剧本质的认识：一切的艺术都是模仿。停。你是林超二班的。啊，对呀，这就通话了。只要你能拉上你们班高一阳入社，再拉几个群演道具员，一切好说呀。哦，好，谢谢，再见。再见，大宇。哎，这位同学，变装你考虑吗？做幕后你愿意吗？你这个形象让我有点为难。其实吧，我们现在最缺的是男演员。哎，以后请师姐多多关照，小意思。哎，还有我，还有我。抱歉啊，师徒，我刚才是有教无类才拉着你一起听的。但是我们社团秉着蓝颜祸水的原则，招女不招男，抱歉啊。师姐，我和别的男生不一样，给我个机会嘛。这，只要你不满意，70天无理由退货。哎，说来也真奇怪啊。你梦想的力量竟然如此强烈，让我都不忍心拒绝。可是我们社团是讲原则、讲规章、讲制度的，可不能从我这儿开这个先例。你呢，得用真诚来证明你的梦想。师姐，请你相信我，我一定听话。那就这样吧。3天之内，如果你可以帮我们卖出200份盒饭，那我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组织。也许你懂的。懂，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等着我啊。这个还是我们瑞士的钻石陀螺。哎，易阳，易阳，听你说个事儿。不去。
还没说什么事儿呢。没兴趣。哎，不是，杨。朱老师，哎。怎么？这是被谁伤了心了？哎，大概是被自己的理想抱负，以及实现理想路上不可或缺的荆棘丛生吧。哎，朱老师，你说我这想拉个同学进话剧社，感觉比创立话剧社还难呢。你确定比创立话剧社还难？啊？学妹学妹，我们摄影协会可以免费入会，不用填报名表，器材租赁费可以终身全免，来加入好吗？也不行，美女学位还是加入我们读诗会吧，一起陶冶一下情操。我保证入会马上就升副会长，怎么样？没有，不行，不行，不行！你那不要提你那破招子好不好啊？像你这种美女就该到加入到我们跆拳道社，这样呢是防狼神器，要不要考虑考虑？啊，考虑一下。欧月，你们三个认识呀？那这样，你入会一单二免费入会，而且每个人送套道服，好不好？我是蓝大哥嘛，我有道服的。啊，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原谅我，原谅我。那你考虑考虑，加入我们跆拳道社吧。欢迎入会啊！喂，啊，你考虑考虑。女士啊，喂，这个看脸的世界太残酷了，你可得当心了，知道吗？人美麻烦多，我是觉得能遇到投其所好之人，各取所需就好。谢谢。等我一下。投其所好，各取所需，怎么说跟交易似的？喂，童女士吗？我是高一阳，这会儿你有时间见个面吗？没问题啊，女士。哦。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哎，你怎么说走就走啊？谁啊？朱老师。行，去吧。嗯，拜拜拜拜。涛儿啊，你是我们班的核心凝聚力，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那当然，身为班长，责任重于泰山。说回说啊，更重要的还是身体力行。那个，咱们班的同学现在在社团选择问题上摇摆不定。特别影响学习，你是班长，更应该果断表率，加入我们话剧社。话剧社？啊，我不懂了。哎，懂不懂不重要，态度才是关键啊！你说是不是？啊，加不加？加！我加还不行吗？你轻点做，我受不了了。这叫对啊！只要你能拉上你们班高一阳入社，再拉几个群演道具员，一切好说呀。这样班长加入了，还可以让他去说服高阳，哼，那太聪明了。朱老师，您能先把嘴角收敛一下吗？在这一分钟里，您左侧的口角肌已经不由自主地抽搐三次了。The night is long, that no fans. The day.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怎么样？是不是很像沙老师？就是我的精神导师莎士比亚老师。为了报答我的恩师呢，我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白手起家创立了咱们学校的话剧社。为什么呢？因为只会学习的医生一定不会是好医生。你同意吗？对不起，朱老师，我并不这么认为。成为好医生是第二步，可第一步是至少先成为一名医生，这就已经占用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了。你为什么想事情先想到第二步呢？第一步都还没有开开心心的迈出去，绷得太紧了，很容易丧失学习的乐趣。只盯着目的地，那你就会错过沿途的风景。勇敢地抬起头，去试一试。三只回来一只，什么情况？文静去图书馆了，雨石去找朱老师了。那你怎么自己回来了？作战失败了，还耽误了一下午功夫。不是我说你，你这个人就是心眼太死，老是喜欢在一棵树上吊死。之前呢是高教授，现在又是姚顺宇。哎，古人说得好啊，我植为根，生诸烦恼。
你什么时候要是能放下执念，就能达到像我这样爱咋咋地的境界了。哎，你干嘛去？我还没说完呢。你可倒提醒我了，我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广泛撒网，提高换组成功率。走了。哎，不是不是，五月，不是，我不是让你非要换组不可的意思。五月，五月。宾夕法尼亚大学那个实验特别有趣，说女性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联络比男性更好，而男性大脑前后之间的联络比女性更好，特别是负责运动的小脑。怪不得男生确实在学游泳、看地图还有停车的方面更有天分，而女性因为左右半球之间的联络更强，天生的就可以更好的执行多重任务。还有一些，哎，吴越。哦，你怎么来了？我，哦，我上来看看。谢谢。那我就不打扰了。好，拜拜拜拜。哇，中国好室友啊！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没关系，我有自己的事儿。请问你们需要点些什么？冰美式。好的，请稍等。除了冰美式，你还喜欢喝什么？天然气泡水。女生不都应该喜欢喝甜的饮料吗？我不喜欢添加剂。那吃的呢？沙拉、思慕雪。我选择能让身体轻盈的食物。巧克力呢？据说鲜花巧克力是情人节向女生示爱的神器。我只吃可可含量80%以上的黑巧。至于神器嘛，我倒是没被驯服过，这要看心意吧。你呢？你收到过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我16岁时，我爸送给我一套人体解剖套图。16岁你就想当医生了？是打从记事起。你呢？16岁时的理想是什么？金融、模特、设计师，太多了。为什么？很简单。好奇，对所有我还不够了解的事物。你会对男生好奇吗？我只对我喜欢的男生好奇。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这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没事儿啊，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大宇，你疯了吗？你要怎样？一个条件，加入我们话剧社。哎，只要你答应，条件随便你看。3天之内，如果你可以帮我们卖出200份盒饭，我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组织。也许你懂的。100个盒饭。不行，拉倒！哎，年轻人气性不要这么大嘛，有什么话好好说。目前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办法回答你，不过等我交完作业之后，或许我会有所启发。说回刚才的问题吧，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这个问题我不能贸然的下定论。打个比方吧，每个女生的化妆包里都不只有一支口红。无论是风靡的斩男色还是难搞的限量色，我都会收藏，因为我没办法断定我喜欢的就是这里的其中一支。但没准某一天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支非常小众色号的口红，
试过之后，唇印在咖啡杯上留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非他莫属了。说实话，我现在有一种自己在做采访节目的感觉。难不成你的终极梦想是当记者，而非医生？不好意思啊，最后一个问题，你喜欢人身上的什么部位？肋骨，第十三对。你说的是只有全世界8%的人才有的第十三对肋骨？你的爱好很小众，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因为人类长期直立行走，第十三对肋骨早已退化，如若不然的话，会对内脏造成严重磨损。我说的是亚当创造夏娃的时候。算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暂时没有了，你请便。喂，吴越，我现在急需一碗三鲜小馄饨还个魂，食堂见吧。雨石，这儿。和朱老师聊什么了？居然要到还魂这个程度。其实也没什么啦，就是一个只喝露水的仙女被逻辑怪人打败了而已。那咱俩遭遇还挺算相似的。我刚才在图书馆听到一番关于什么男女大脑左右半球不同点的学术讨论，哎，这逻辑啊，滴水不漏无缝可能，直接让我这个舔着脸想换族的人打到知难而退了。你还在执念于换族？这种执念不关乎荣誉，不关乎面子，这纯粹是关乎我的人身安全。哎，我发现，这但凡是和高一阳扯上关系的事儿，这都会对我的身心造成意外伤害。所以我决定，这次换组，我是誓不达目的不罢休。既然这样，我决定大发慈悲，解救你一下，和你换组。你确定？哎，激动了，激动了。那你预备怎么说服姚顺宇啊？哎，以我对他这个浅显的人的浅显的了解，他是怎么都不可能放弃你和我一组的。如果是寻常人等就能完成的事儿，那还叫我解救你吗？有道理啊，但眼睁睁看着你入坑，我有点于心不忍。所以你是打算怎么说服他？还是那个观点，投其所好，各取所需。哎，行。五月，嗯，给他点美式喝的。我回去给你点外卖呗。就是，必须的。要知道，不期而遇，必有危险。你对不期而遇的定义还挺有偏差的嘛。这刚约时间、地点、电话没过多久。哎，温女士小姐姐，话剧社的事儿听说了吗？又来了。告诉我几位壮士，
咱不能因为自己的条件优先被话剧社拒之门外，就在这肆意阻挡咱们这些未来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的梦想之路吧。哎，我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物缠身，我才懒得凑你们社团的热闹。等我解了眼前的忧啊，我定杀回你们社团界，给你们刮目相看。姚顺宇同学，你确定你是来找我谈事儿的？啊，那当然了。我现在代表我校话剧社正式向童仙女发出邀请，只要你答应加入我们话剧社，我就破例答应你一个无理的要求，多无理都行，尽管来。真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啊。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朱老师的课，你和五月一组吧。人类的第十三对肋骨去哪了？猫、狗、非洲游猴、类人猿都是十二对肋骨，大部分人类也是如此。只有8%的成人才有第十三对肋骨。当然，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和非洲大猩猩也有十三对肋骨。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第十三对肋骨本来是用于半直立动物在爬行时保持上身平衡的，但是由于人类长期直立行走，所以才渐渐退化。因为如果这第十三对肋骨不产生退化，人类在长时间负重行走时会对体内的内脏产生严重的磨损，对人体产生伤害。好了，关于第十三对肋骨今天先讲到这儿吧，我们下期见。偏一朵最远的雨降落地平面，带上你心里的雨，下在海岸边，流星划过在秋天，消失天际线，下课你看日落海面，转在年轮的圈，旧明信卡片，等你画好一个圆，寄回我身边，梦难飘落句点，七月的鲜艳，你还是不舍得走远，你还是住在我心里面。时光的手指间轻轻地掠过那些无声的湖面，隐藏了多少年走过的路，想写进你的故事里面，不再见轻轻念念换日线，又回到了起点，唱过的歌将我们带回那个夏天，再相见我还会怀念，不负遇见。走不完的沙滩，对泡沫住了视线，手掌地图终点，在河岸留言，你去过多少的旅店，你还是住在我心里面。时光的手指间轻轻地掠过那些无声的湖面，隐藏了多少写进你的故事里面，不再见都留给明天，记忆中你的脸慢慢的悄悄轻轻念念花日线，又回到了起点，唱过的歌将我们带回那个夏天，再相见旧日画面又重演，羡慕
才发现舞台中间没有你的出现，你的心愿我一步一步全都实现，说再见让你去冒险。